报告长官，手下已经找到杀手的踪迹。消灭他，动作要快点。嗨，嗨！山天君，嘿，你的这个手下还是很好用的，也不枉你栽培了他这么多年呢。 这些该死的中国人，阴魂不散的骚扰我们，哼，把我们这些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当成街头的无赖、流氓，最后还不是变成我们的消遣？把狗放出去，这样才更有意思。哎，放狗！ 报告长官，已经发现目标，正在追捕。好无聊的一个晚上啊！这么快的杀戏。
虽然我们有强大的军队，但是，我还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轻视他们的反抗。如果你还是说用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话，就闭嘴吧。我们是天皇的军队，怎么能指望那些中国人呢？做叛徒的中国人，更是低贱。长官。 正因为我们皇军的战斗力强大，所以，我们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管理这些中国农民的事情上。如果能利用中国人，我们不是就可以做更多对帝国有益的事情吗？放肆！嗨，忘记了你的身份了吗？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。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这些建议了。 看来他们的反抗还很顽强。 听说你的老大疯子最近不行了，连面都不敢露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这种事情还用听谁说吗？组织里的头号杀手马上就要换人了，我劝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晃来晃去，现在没有人罩得住你。真是一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！啊！ 真没想到，一个没娘的崽子嘴还挺硬。小崽子，忘了你这道疤是怎么留的了吧？ 是不是让刀爷在那边再给你留一个呀？啊！别动。
把他给我放了，放开他。小五，疯子不在这儿，咱们走。 吃点东西吧，放这儿。兄弟，没事吧？有什么新消息吗？我们已经死了很多人，寺内已经死了。 你真的还要刺杀下去吗？说新消息。啊，刚得到的消息，两天后，小泽和山田会到二道坎参加清兵乡的成立委员会大会。好，疯子，你必定出过手，侦查的事儿。 就让老柳他们去做了，啊！你去吧，哎，保重啊！老板，我那酱牛肉怎么还来啊？哎，来了。 那肯定是我们搞的。疯子，你可不对啊！你怎么又不带着我们单独行动了？我自己能完成的活，就不劳烦两位了。小鹏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这是不拿我们当兄弟看。就是，老大，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和你一起把山田干掉。不杀了山田小泽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 哎，你瞅见？哎呦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
这是第一行动计划，时间一点都不能错。记住了吧？如果严格的按照时间，我们能在外围完成任务。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嗯。那第二个计划呢？准备一下。说话的听见了吗？什么呀？没有第二计划。老大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就别瞎琢磨了，睡吧。明天会是个好天气。有个问题，不许叫。叫什么？我叫。
我叫小红，是鄂伦春姑吗？不是，大爷，求求您放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春姐，你放，别见个女人就以为是娘们，天底下这么多女人，你问得过来吗？大爷，求求您放了我吧，我真的是。少爷，我真的是。回家的人。
锁子木口供，住手！ 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 我是来帮着劈柴的。嗯，小伙子，好身板啊！哪个村的？回李爷话，我是张家村的。哦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呐？就俺老娘一个人。愿不愿意跟我当兵啊？扛枪吃粮，很风光啊！ 当兵，俺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村里老人都说，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再说，俺娘年纪大了，身边不能没人照顾。好，说的好啊！啊，还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好，不过我这个兵啊，跟你说的那种兵不一样。哎，当我们这种兵啊，哎。 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啊，也不为什么主义，就是，就是要保护你们自己家的土地，哎，就像保护你们张家庄和周围的村庄，愿不愿意干呢？跟我们当兵啊，哎，待遇好，有军饷啊，比当中央军强多了，哎，比你卖柴挣的钱多多了，真的。 当然了，哎，李爷，这太多了，爷，真的，这拿着啊，回去好好孝敬你的母亲啊，跟他商量一下，如果想当兵了，跟这个守城的兵啊说一下我的名字啊，他们就会领你到军营了。哎，谢谢李爷，哎，谢谢李爷。 我回去跟俺娘商量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李爷。哎，爷，我走了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刚才小的太君被人给杀了。 小子长官，被刺身亡。小子长官，是我在军官学校的前辈。
参加过帝国所有的作战，满洲事变、上海事变，没想到却倒在一个默默无闻的二道坎。这样的战士应该倒在战场上，而不应该死在卑鄙的暗枪之下，这是无视的耻辱。宋景驹，嗨，召集你的骑兵队，现在赶到二道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重要。封锁这里，不要让任何意外出现。嗨，今天少尉，嗨，现在既然是我说了算，那么立刻打电话给二道坎李金堂，他这个逍遥县长该出来为我们皇军做点事情。嗨，前面加了个查哨的，小心点。快点点！是，长官。哎，啊，好，弄点草，京城卖卖。那你好。这谁呀？这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啊，你媳妇。长官，家里有点事儿，麻烦你通融一下。通融一下。啊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驾！哎，这小刘不错啊。老爷，都这么半天了，您是怎么想的？小泽虽然是个蠢货，他不相信我们，可是我也乐得做这个挂名县长啊。山田就不一样了，嗯，他是个中国通。小泽死了，山田做主，他不会让我这么逍遥下去了。我该做点什么呢？日本人在现场附近发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找不着，就按照日本人的吩咐，封锁全城，只许进不许出。还有什么？告诉弟兄们，不用太玩命了，一切等日本人的新命令下来以后再说。我只是个县长，只能做这些事儿了，去吧。情报错了，我们要立刻撤。让我做什么？你们还有什么打算？你什么都不会做，这事情我会找你。那好吧，反正我知道的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知道，祝你们好运。不用担心，小泽已经被我们杀了，运气在我们这边。
密码就藏在鬼子的医院里面。来，我看看。嘿，这马太漂亮了！这种马以前我只在英国人的赛马俱乐部见过，非常漂亮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鬼子们说，山田最近花大价钱从洋人的手里面买了匹宝马，应该就这匹吧。哎，我听说山田对待这匹马跟对待儿子一样，专门养在鬼子的医院里面。我也不信，这一匹马能咋着？他能抵上一个军队？嗯，好。晚上，咱们行动。有线索吗？还没有。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？如果说是为了战马，没有理由啊。这种行为倒更像是强盗，而不是军队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盯着我。他在等待机会，针对我下手。那个神秘的杀手来了，宋景君，我的安危就拜托你了。嘿，属下万死不辞。
你是？我什么也不是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